知自己好耐冇出过片，呢排都真係比较忙，同埋除咗上堂之外呢，我返到屋企其实冇好似之前咁样特登再執返啲颜料同埋画笔出嚟画自己想画嘅嘢。依家上堂呢，我都係会睇咗学生想画啲乜嘢先啦。咁呢，如果学生真係冇特定嘅主题想画，我先会画我想画嘅嘢。所以今日呢，其实都好想画返自己鍾意画嘅嘢啦。咁希望你哋会鍾意呢条片，享受呢条画画片啦。是对着我的一张相去画的，好像没有正式画过一幅自画像给自己啦。咁估唔到我第一张自画像画俾自己就系画自己戴眼镜个样。其实讲真咧，我咧唔系一个中意戴眼镜嘅人嚟嘅，所以就算我有近视都好啦，有时都 OK 影响生活嘅，但我都唔会戴眼镜。不过最近咧，其实我觉得自己视力好似又差咗，我唔知系咪因为我成日做嘢唔戴眼镜嘅缘故啦。咁所以咧，呢排我配咗副双眼镜，我都会戴得密啲噶啦。起完稿之后咧，我就会正式上色啦。人物肤色部分咧，我其实用嚟用去都系好简单，基本嗰三只底色嘅啫，就系、是、肉色啦、粉红色啦，同埋啡色嘅，又或者系偏粉调嘅啡色，都系逐层逐层咁样加上去。如果画熟咗嘅话咧，其实咧几只肤色嘅底色咧，个个人都唔同嘅。你可以根据翻自己喜好啦，又或者你中意一啲粉色系嘅嘢嘅蓝色啊、紫色啊、粉红色，其实都可以用作画人嘅肤色嘅。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可以营造出个人画风、个人特色嘅一个方法嚟。头发啊、眉毛啊同埋眼睛，我都会用呢一只啡色去到加强嘅。头发嘅精髓咧，就系最后嗰层嘅光位啦。加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啲头发好似灵动咗好多，好似被风吹紧咁样嘅感觉。画到攰攰地，我就喺度食紧苹果。最后今次咧都想上翻底色，咁我就拣咗肤色嘅粉红色啦、肉色啦，同埋少少啡色去做嗰个背景颜色嘅。今日嘅短片咧，就记得俾个 like 话我听，订阅我 channel，follow 我。